是，偶像。不会啊，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图片而已，吸引人觉得说这是什么，远远看这样子。其实它还蛮，我那时候去看韩国的时候还蛮壮观的。不是，为什么我说这样哦，你子？说怕他们说偶像，不会啊。因为很多那个信教，啊，我说的对吗？对，他们那个不喜欢这个花花，还有不是叫花花，还有这个东西，那他们不知道。我了解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看那个历史，基督教的历史，有100多年。在那个比上的那个比上大战，大战为这个东西，然后就。